这个是南瓜包。谢谢。羊肉汤粉，好大一碗，一大个砂锅，下次要去尝试一下。要一个全麦吐司。那个农民市场那吗？哎，对，对，就那条路，往前面走一点点。
这个真的是豪华版。现在看到很送你的香菇的，先给你展示一下这个香菇的图案。你的手上一个黑的，这是香菇的啊，还软软的。我来尝第一口啊，香辣鸡腿，烤馕，烤包子，里面是整个鸡腿。好香啊，你直接抬着吃吧。你说啊，翻车蟹肠，嗯，是吧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的是呢，好吃的是呢，嗯，感觉中间全都是蘑菇啊，嗯，好吃好吃，还有洋葱，嗯，我没开，刚刚它怎么不闪？这么黑它都不闪，继续吃吧，这个。好吃好吃，嗯，哎呦，嗯，哇！如果这个时候这里有一个幕布，放个露天影院，哇，幸福的！哎呦，哇！它竟然还会灭，吹一吹它试试。我怎么感觉吃着
多动感单车，然后还有这个适合懒人的坐着瘦腿的东西，还有划船机，然后那边是跑步机，这个东西还没用过，这个东西好可爱，好小一个。
去猜一个。我们已经做完第三轮第二次核酸，然后明天就要回家。彩蛋，嘿，笑一个。